你说我是你第一个女朋友，是不是真的、啊？嗯，你是第一个，也会是最后一个。直接被人家叫要持久一点，今天差不多了吧？来，现在要抱几个你？我觉得很幸福我已经瘦了2公斤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会不会抱不起来？不会，只要他没喝醉，就抱起来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好幸福啊！可以抱我女人。这次真的失望。哎，你裤子也透了。裤子透，对啊，屁股透，认真吗？屁股透。哎，我是穿三角吗？你不能穿。看大，看大开机，我的上将掉下来了。啊，有那么大？那倒是没有，有那么大，你过去了。你以为你是够我的？It doesn't matter now if I'm having fun. All the trees don't lie, they don't steal a cheek.怎么样，新娘？我觉得很美。哇哦！这是第一套。哎，很蓬哎。对。还有碎花哇！这不是碎花，这就是花。哦，是花。花，然后上面这边也都是花，非常的精致。这很漂亮，哎呦。我也很漂亮。我也很帅。妆化的很漂亮。我妆化对。老师。真的。请赞。而且我也变很帅。很谢谢他这5年多来的照顾跟关爱，然后他真的非常非常疼我，让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，反正再怎么不开心都有他在。
我其实很常对他发脾气，我也觉得对他很抱歉，但是会这样对他发脾气也是觉得反正他也不会离开我，他都能谅解我，所以我才会这么的真性情的对他。真的很谢谢有他的出现、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很开心的一起在过日子，每天都会互相分享一下各自的生活啊，然后抱怨一下平常各自的工作上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们两个就是会很开心的一起面对了。对，那我们只要我们两个相处在一起，我都觉得非常快乐。那我觉得未来日子有他跟我一起这样走下去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。很长时候，我都觉得他可能没有把我跟他讲的话放在心里，但他其实都有听进去。比方说，就是我一直跟他说我想要在几岁之前被求婚，然后几岁之前结婚，他每次就好像都装作没有放在心上的样子，但他其实就已经默默有在规划这一切。就算他自己心里可能没有想要在这个岁数就步入到下一步，但是就感觉到他为了我，他还是想要一起完成，就是我们这个梦想的感觉，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他。小时了，累吗？不累，不会耶，很好玩，真的。摄影师超可爱的，他只要拍到喜欢的照片，他就会啊呜。可胡俊宇，你刚刚一直偷偷脸臭，怎么会脸臭呢？啊？怎么会呢？老公，你踩上来哦，弯腰。哦好。可以踩到这上面。对，很好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发展一下，发力变大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这里转过来。嫁给我吗？